先生，您的手机。谢谢。欧明，我听说莹莹去美国生孩子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嗯。嘿，这节奏不对啊，一点嫉妒都没有。我不嫉妒啊。真的假的呀？那我怎么闻着这么大股酸味儿呢？她老公没什么钱，顶多就是个大公司的中层吧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她朋友圈了吗？你看她天天秀的都是什么五星级酒店、五星级饭店、五星级的游泳池、五星级的健身房。行了，管家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看就是她老公出差，她自己蹭着去的。这房间都是公司给报销，住的是标准间，走的是协议价，到了四脚朝天的工作根本就没时间玩，这没什么好羡慕的。这真正有钱人的生活啊，秀的应该是包罗万象的。我见过那些有钱人吧，他们的朋友圈秀的那都是法国农庄葡萄熟了去摘摘葡萄，米兰时装秀场上再嗑个瓜子儿，去非洲草原看看动物大迁徙，空了再去新西兰顺着洋流钓钓鱼，这个才叫生活。行行吧，多大的老板呀，我都没见过。你要不信，你再去看看莹莹的自拍照，这除了磨皮就是秀 logo 对吧？这除了能够露出商标的棒球帽子、毛马甲、花裤衩子、貂皮袄，这真正有品位的有钱人，他们都是低调再低调，就算用牌子货，也不张扬。管家，本次航行只剩下四个小时了，高小蜜同学，你要抓住机会了。先生，打扰您一下，这是您点的恰恰小黄蛋。啊，谢谢。我对这种植物过敏，请帮我拿开，谢谢。对不起啊。哦，抱歉，打扰您休息了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。您好，请您收起小桌板。请您收起小桌板，系好安全带。您好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。啊，先生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苏先生，今天真的抱歉，来，是我的工作失误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挽回您的损失。苏先生，真的抱歉。您慢走啊，先生。不是，我说祖宗，怎么还把他关厕所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姐，我今天轮休，你陪我逛街呗。今儿可不行，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。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还能什么事儿啊？我爸的事儿。那行吧，那你先忙着，那我看看再约别人吧。行，好好逛啊，拜拜。
喂，倩倩啊，我是高蜜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嘿，吃都在呢。今天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对啊，今天用的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再给我冻坏了。OK。今天介绍一款新产品，带给你们一口的好牙哟。那行，送我们一人一个体验一下呗。就是，一人来一支呗。哎，试用就算了啊。这样，给你们时间，你们先研究一下。大家好好看看啊，有中意的联系我啊。别弄坏了啊！来看看。哟，来我看看。哦，祖宗，怎么着？休班的时候来上班，天打雷劈啊！会不会说话？就让积点德啊！哎、嗯、呀，今儿是不是有你男神的飞机呀、啊？你猜，这用猜吧，都写脸上了。对啊，我男神今天飞机。哎呀，这都勾搭上了。要你管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厉害，给你点个赞，让他这厕所玩的真厉害，高招高招。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。你知道吗？为了那天那件事，我写了5000字检查不说，我还扣了2个月的奖金。结果呢，我到现在根本就联系不上他，这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嗨，没用啊。那什么，姐们，别灰心啊，这机会有的是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有什么对策？说，哥们儿全权配合啊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义不容。公司别老搞小动作，上上上，倒杯咖啡去，凉的。咋没溜？Excuse me, do you want a blanket? No, thank you. Okay. Do you want one, please? Okay. Thank you. 先生，您呢？谢谢。女士您好，请问需要毛毯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请问您需要毛毯吗？听说这里养花，是吧？是。您喝点什么吗？不用。那、您需要吗？没事吧，祖宗？祖宗，你说你也太拼了！昨儿刚飞了一个国际航班，连时差还没倒过来呢，今儿又飞，能不晕吗？喝口水吧。嗯，谢谢管家。哎，跟我还说谢谢？哎，你还真以为你那男神在这飞机上呢？别当真了啊！来喝吗？不喝了。不是，我看你这意思怎么真当真了？对啊，我当真了。哎呦，前面那么大一片森林，非为这一棵歪脖树，这森林不要了。没意思。就他有意思。当然了，就他有意思。我跟你说啊，从早上睁开眼的那秒钟起，到我睡着前，我脑海里想的全是他，我就想再见他一面。你说啊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一直苦苦寻觅的那个灵魂伴侣。你没救了，你没救了！给我站住！干嘛呀？记得帮我。帮帮帮帮帮！帮帮帮帮帮帮！兄弟上。
迟到了，今天我妈请的假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美女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了。傻男女，怎么了，大老母，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别耽误事。哎，姑，坐下，坐下，别耽误事情。太敬业了！我说大老远约这儿，你懂什么？你小祖宗我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吗？这世界上还没有我搞不定的人，守株待兔不行，总得主动出击，对吧？那你还不快追去？追追追追你个大头鬼啊！有这么偶遇的吗？嗯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来收集点我男神的情报的。周凯兴趣爱好也不，祖宗你跟哪儿弄来的？我在这听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是所有八卦传播的地方，只要你想听，你什么都能听到。你知道你小祖宗我在这坐了一下午，腰酸背痛，就差腿抽筋了。哎，你说这真烦，那下个月那会计部的小张结婚非要请我去，我这不去嘛又不合适，可是真的，哎，这都到月底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去。再说你说我以后一定会嫁特好，嫁到国外去，到时候我到哪儿去请那个小张去？这不亏大了吗？听我说话没有啊？你听什么呢？你听特好听，这不是咱那个邹总老在办公室里放那歌，对对对，就那首特好听。有啥好听的？你去不去？去去！你看我刚才灰死了，我都嫁在国外。哎，两位美女，打扰一下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邹总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啊？一个电影里面的配乐叫《可可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，哦，是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里面的主题曲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啊，谢谢啊。那个，你们还没买单吗？我帮你们买了啊。你们慢慢聊。哎，不用，没事没事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你慢慢聊啊。谢谢啊。嗯，还好我收获不小，我已经把我的男神摸得透透的了。我应该重新认识一下。你答应过我说要帮我的。行了行了，怎么帮啊？帮我演出戏，认真严肃的帮我演。你小祖宗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全在这场戏上。演戏呀、啊？演这个绑匪呀、啊，还是臭流氓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你还流氓？有肌肉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姐，我姐，我姐，喂，姐，怎么了？你那太吵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你大点声。高大上，高大上，怎么了？我现在来。哎，这咖啡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这个宝贝，你帮我说好了，然后记得买单，还有那桌的。我先走了。不是怎么了？不请我吃饭吗？哎，我请客，你买单。不是祖宗，你家里不有很多化妆品吗？还买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女人的化妆品再多都不算多，这叫囤货。你确定你买的这些都是她喜欢的吗？当然了，这你不喜欢的她肯定喜欢，你喜欢的吧，邹凯肯定不喜欢。这个就叫做成功男人的审美，懂不懂啊？就这审美我也是醉了。这个叫做有文化有品味，这个叫做成熟，就是岁数大呗。哎，
我正好要买一个那个什么，滋滋滋。哎呀妈呀！真是不长记性，又来谄媚，这等着回家被我姐骂吧。又来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，快快快快，我那个东西还没买呢。走走走。都死角帅哥，这生个孩子基因得有多优秀啊。哎，我说祖宗，您要时时刻刻记住您的淑女形象好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，这生育是女人的本能，人类学上说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生育后代，这为了让后代更优秀，才有了那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发明。是是是是是，祖宗教导的对，真长知识。我现在过去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没问题，哥们都给你弄好了，去吧。嗯，来，加油啊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去吧，为了爱情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来晚吧？怎么是你啊？啊，我们公司给你寄的道歉礼物，你收到了吧？那些啊，我送给我司机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请离开吧，我在等人。那你怎么不问问，你现在等的那个人，他是不是我呢？你？对啊，许阿姨让我来的，没想到吧，我们两个还真的挺有缘分的。许阿姨没告诉我，我等的是个女人啊。怎么不接了？啊，我今天早上在路上。行了，扯平了。什么？扯平你上次把我反锁在洗手间里面。哎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、哦、没事。哎，索菲亚，你认错人了对不对？哎，好吧，那既然我们都给彼此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了，那不妨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吧。聊什么？聊一聊你对事业的规划呀，聊一聊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，聊一聊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运动。别绕圈子了，你不就想让我聊聊你吗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吧，无非是想找一个多金又帅，拉出去撑面子的男朋友，闲时带你春日赏花，夏日赏雨，满足你对浪漫的一切幻想，忙时不能陪你就给你买单，让你尽情享受有钱人的奢侈生活。我说对吧？我觉得你说的，不过这些我都做不到，因为有钱又闲的人只会出现在童话里、偶像剧里。我觉得你刚刚这么说真的特别片面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我们才见过几次面。我们没必要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搞一个辩论赛吧？每个人不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，对吧？对。更何况我的要求也很奇葩，你未必能做得到。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接受不了你的奇葩要求呢？一个月之内结婚，三年生两个。啊？这就是答案。行了，让我秘书过来吧，我有重要文件要签字。秘书，哎呀，绝对是你，以后常联系好吗？你们要拦的女孩我早就改约在晚上了。
快，你耍我是吧？你明明知道你刚才还什么？你这不是你自愿的吗？我自愿的。对，我自愿的。一路走好，不送。祖宗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是什么什么？你什么情况呀？他就是临时改约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？那这人还跟你聊这么半天？行，视频呢？录视频了没有？这，快，给。过来，看见没有？我走的时候他还笑了，那就证明他刚才根本就没跟我生气啊。你这中毒太深了。不是大姐，你这有什么情况啊？你别吓唬我啊！你想啊，他早就知道我不是跟他相亲的人，他刚刚还花时间耍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就证明他对我感兴趣啊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了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感叹你这种自信心，真的。说个谎话连自己都能骗了，哎，没打着，学着点吧啊。你，这祖宗您说，去给小祖宗我买杯冰咖啡，我要消消火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别拉拉扯扯。我知道你每次都能给你吃的东西找一个合适的借口，但是最近你这情绪不太稳定啊。你情绪才不稳定。我是说。哦，你是说我查单没用？哎，对吧 ？KK， 还是你对我好。必须的，够意思吧？大管家。怎么着？小祖宗，我记着了，走着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来，妈妈给你弄点水果。谢谢妈，妈妈辛苦啦。哎呦呦，给你一个。我闺女最孝顺了。你说说，我这闺女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就嫁不出去呢？哎，妈，你这话乍一听吧，是句特别好的话。漂亮、孝顺，这仔细一琢磨吧，你拐着弯骂我是吧？嘿，你死丫头！哎，你呀，给妈个痛快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带个男朋友回来？快了啊！哎，看来有人选了。哎，那你快跟妈说说。哎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要三高：学历、收入、身高。你记得挺清楚嘛。哎妈，你看别人家的妈是怎么让自己闺女找对象的，人家也是三点啊。哪三点呀？要对你好，对你好，还是要对你好。哎呀，男人呐，只会一时对你好，能对你好一辈子吗？要我说呀，不如妈那个三高来的实际。哎，你看看那刘爱，他当初找阳光不也图对他好吗？但现在看来呢，没找对人儿。你说这两个人都是工薪阶层上班族啊，每个月都指着那点工资生活，想生个孩子吧还得考虑来呀。等一下嘛。怎么了？你知道结婚孩子了？哎呦，这么大的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哎，就你姑三句话两句话这么一套话，阳光就什么都招了。哎呦，这个姐夫呀，怎么嘴巴比我还大呢？啊，你嘴大？那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还瞒着我？你没跟我说？你没，妈来，吃葡萄啊，来堵住你的嘴啊，哦，我也堵住我自己的嘴。你臭丫头！快点吃。我人都到了，怎么还没有来接？什么？车坏了？行吧，我自己有软件叫车回去吧。
喂，妈，我已经从机场出来了。我想吃什么呀？我想想，想吃红。还有这么穷？不是吧，这么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妈，那个我开车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，你随便坐吧，随便坐啊。哟，这么大的老板没专车接送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你干嘛呀？麻烦送我回趟家。你说你一姑娘家老跟踪我干嘛？害怕你还上我车啊？这么多人，你让我坐大巴？是啊，这邹家大公子受得了什么委屈啊？行了，今天你就好人做到底吧，把我送回家。我这可是收费的啊。空姐兼职黑车司机。回程，300起。够黑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气呼呼的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放首歌听听，然后你放松放松。这个服务不收费，还可以保证音效。你喜欢这首歌？对啊，我喜欢，性感，凄凉。这首歌很少有人知道，而且像你这种年轻女孩怎么会喜欢这首歌？你知道这电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吗？情欲之源乃是罪恶之源。我最喜欢这首歌了，多听听，不浮躁啊。想不到你还挺有文化的。下车吧。哎，我说邹总，你不识好歹是不是？改天请你吃个饭，算扯平了。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空。
苏先生，现在可以点餐吗？稍等。好的。去哪儿啊？联系不上你，以为你丢了，找找呗。这我还以为你要准备回家了呢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这堵车呀，而且我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。用的一轮玫瑰？行家嘛。怎么用这么成熟的香水啊？我就好这口。吃什么呢？餐厅啊？墨西哥菜。这么冷门？我就好这口。墨西哥芝士，请慢用，谢谢。菜都上齐了。我面前这个菜还挺精致的，不过就是看起来没什么食欲啊。我看你刚才点菜的时候挺来劲儿的呀。你是第一次吃墨西哥菜？对啊，我是第一次吃墨西哥菜。其实我对墨西哥的印象就只有加勒比海，菜我就没研究了。这不像你们呀，总吃这种高大上的东西。行了，别谦虚了。你也是满世界跑的人。得了吧，哎，你尝尝你面前那个牛排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我从来不吃这个。啊？你不吃牛排啊？行了，别装了。我装什么了？你点的这桌子都是我爱吃的菜，你也知道我爱来这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吗？我是想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在飞机上，你故意把我关在了洗手间里面。下了飞机又接我回家，故意迟到半个小时，点了这一桌子我爱吃的菜。可惜你漏掉了一点，我对着洋葱过敏。你觉得这样有劲吗？对，没错，这一切全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。我还人肉了你邹凯所有的兴趣爱好，我现在对你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。够坦白啊。你们男生不都这么追姑娘吗？我反过来不行啊。你还真的跟别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你邹凯身边不缺姑娘，但是像我高蜜这么坦白的恐怕一个都没有吧。你觉得你就靠这点小伎俩就能追到我？姑娘，我还真累了。墨西哥菜呢，我吃不惯，我也不爱吃。我现在要去撸串儿，去不去？
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间，飞呀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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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，来，干杯。给我给我给我，这个不适合你。这种东西啊，等着。大少爷用这个吧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喜欢我人多还是喜欢我钱多？你呢，符合我的择偶标准，高大体面多金，长得还说得过去吧，就是脾气臭了点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长得还说得过去？还算帅吧。既然你这么直接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你知道我找女朋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吧？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考虑清楚了。我要是不想结婚，我干嘛费这劲儿啊？我觉得跟你聊天，我们三观还挺合适的，估计相处起来应该不困难。我吃饱了，记得买单。不是你说你请客吗？对啊，我请客，你买单啊。看什么看？上车啊！我帮你。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的呀？您都把我给人肉了，还不行我调查调查你啊？都快结婚的人了，不能知道你住哪儿。谁说我要嫁给你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不敢呢。光说谁不会啊？因为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哎，直定个日子吧。3天后，你敢吗？行。我让秘书去查查档期。哎，我发现你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你一个大老板，你不用上班的呀。当老板的好处就是想上班就上班，不想上班就不用去上班，不用向任何人请假。哎，你往哪儿开？机场高速往右转。直接去挑婚纱。哎呦，我没时间跟你逗贫，去晚了飞机飞走了我就麻烦了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。啊，你好啊。你好，想问一下飞机还有多久降落？这位女士，我们的飞机还有45分钟的飞行时间。谢谢。
哎，哎呀，走开，别惹。咋了，祖宗？哎，祖宗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皮肤啊、气色啊、精神状态啊都特别特别好，人呢也特别特别美，就像有一股力量由内而外的迸发出来，在物理学、生物学等所有学科的。行了，说人话。恋爱呀、啊？我跟谁恋爱呀、啊？哎呀，起开起开！别没劲啊，搞定了也不分享一下。谁啊？装。装。再接着装，哥们真服你了，真能装。你说邹凯是吧？我警告你，现在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，一提我就来气。三天前还说跟我结婚，说得跟真的一样，结果呢，我昨天给他打了一天电话，发了一天信息，他根本就不理我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都不能相信你们男人那张嘴。哎，这老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，谁招的你找谁去啊？你小祖宗我不 care， 我就把他当作是个考验吧。很可惜，我的男神没有通过我的考验。嗯，换个心态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？您就非在潜藏着，好好给我收拾。再见，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。再见，请慢走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，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。再见。打扰一下，这位先生，我们的航班已经降落了。先生您好。高明小姐，愿意嫁给我吗？别闹了，干嘛呀？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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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朱总，别闹，快起来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认为我高密好面子，刚才呢也给足了我面子。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，至少比我想的仗义。这样吧，以后有机会我请你撸串吧。等一下。干嘛？这订婚的戒指怎么能说摘就摘呢？既然戴上了，就别拿下来了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三天之后结婚吗？我想着结婚肯定是来不及了，但是这订婚、求婚，还
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你认真的呀？嗯。不是，你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故意的。故意的。要不然怎么给你惊喜啊？明天再去登记吧。啊？怎么害怕了？你可是当着你同事的面答应了我的求婚。回来，我看您在切菜，我就没想打扰您。哦，咦，这鞋怎么跌落着不穿着？您不是刚拖了地吗？妈，哦，您为了这个家真的辛苦了，每天干这么多家务活。哎呦，我闺女真孝顺。那你现在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妈您先忙着啊。哎，行，那早点回来啊。啊。辛苦了妈。哎呦行了，那我去吧去吧。拜拜。哎行，早点回来啊。哎。这孩子怎么神神叨叨的。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开玩笑，我这人说话从来不出尔反尔。我刚才回去拿户口本了。偷的吧？会不会说话？能不能别说实话呀？没关系，我这人只看结果，反正大家都是年轻人。你要是后悔了呢？现在还来得及，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。这话应该我跟你讲。邹太太。邹先生。我觉得你不应该瞒着你父母啊。他们要是知道你嫁给我，应该挺高兴的吧。像我这样的条件。就冲你这么骄傲，就得在你性格内栏里给你涂黑了。我性格怎么了？哪里不好了？再说了，你在乎我性格吗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旁边有离婚办事处，再给个机会，走，咱们再来一次。哎呦，行啊，邹先生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哎，我小姑和小姑父吧，一起结婚，双喜临门啊？不对啊，他们结婚十多年了，这不会是……嗨。
Hello， 高大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谁啊？快叫人呢！我小姑高大上，然后我姑父大卫。哦，你好，我现在是高密的合法丈夫，我叫邹凯。我结婚了。我小姑父大卫。我应该说中文英文。中文英文都行，大卫中文好，说中文。你好，大卫你好。你过来一下。等我啊，老公。啊。嗨，见到你很高兴。Nice to meet you。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啊？真结了？天哪，他谁啊？我一次都没见过。他是邹凯，现在是我老公，他人特别好。我之后再跟你说吧，我结都结了。你什么情况呀？我这婚非离不可。不是吧，你真是和大卫来离婚的？你想清楚了？深思熟虑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你财产都分割清楚了吗？那几套房还有车还有存款，我知道大卫那积蓄可不少呢。离婚协议给我看看。我们俩有什么好分的？经济一直很独立，他的就是他的，我的是我的。高大上，你骗我干嘛呢？谁不知道当年他大卫做生意发财，全是你给他出的钱。那都是当年的事儿了，现在提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能改变什么吗？行行行，你就说你挺精明的女人是吧？你可别关键时刻犯傻。老了之前不是跟我们说了吗？这结婚和离婚是女人的终身大事，你千万不能凑合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姥姥说了什么呀？那你呢？你结婚跟谁商量了？你妈知道吗？别说我了，高大上，我结都结了。你先说说你，你这是离婚，你这比我严重多了。我离婚，谁也拦不住。高大上，高密啊，什么情况啊？说吧。啊，爸妈，他是邹凯，这是他送给你们的一片孝心。哎，我问的是这个吗？爸妈，我们两个人结婚了。啊，结婚，结婚了。你个死丫头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敢偷家里户口本结婚，看我今儿不打折你手。哪手偷的啊？把手伸出来。爸，哪手偷的？你干嘛呀？把手伸出来。先别动手。哪手偷的？啊，先别动手，看我不打折你手。咱们再动手的。成了，就这样。爸妈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我给你们带回来这么好一女婿，你们要打死我，之前呢你们嫌我嫁不出去，成天在家一声叹气的，有你们这么当妈妈的吗？哎呀，我说你也是，户口本你不看好了，存折户口本都在你那儿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赖我呀？我不赖你，我赖谁呀？我是随时看着他呀。我说高敏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跟我们商量商量，怎么了啊？你这孩子主意也忒大了吧你？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别激动啊。那个阿姨，我专门还给您带了礼物，您先看一下。妈，您看了？您看看。您看了。带什么礼物来？这婚也不算啊！我就是不同意。明儿赶紧给我离了去啊！爸，你不信了？我一当爸的，我治不了你孩子。哎呀，成了啊！你说，这孩子
结都结了，哪有劝离的呀？再说了，只要女儿她能幸福，咱老刘老不也踏实了吗？您说是不是？现在的年轻人办事冲动，你是可以谅解的，是吧？哎，对，那个，我跟高蜜两个人就是太相爱了，所以迫不及待去领了这个证。叔叔阿姨，没事先跟您二老通知，真的对不起。对吧？您看，租卡多有礼貌，多有诚意，而且他跟我说了，他以后一定会孝敬你们两个老人家的。那个婚礼的事，您二老放心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大办。行，你们的婚事啊，我们同意。谢谢妈。阿姨，您看这镯子，您戴着合适吗？哎呦，合适合适，我太喜欢了，我这一直想买，但是，哎，这水头发太圆润了，哎，合适合适，你看，跟我这手还特搭。等我看看。你看看看，哎，松手。走，没事。哎，真是没想到，一个镯子就把你给收买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跟你说，这年头，肯花钱就说明对咱们家秘密好，你怎么懂得起？甭，偷偷摸摸说，你大点声，你让邹凯也能听得见。妈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我喜欢，我喜欢。阿姨，你喜欢我以后多送给你。哦，哎呀，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钱给你买个镯子。哎，这不咱有了吗？对呀，你爸爸你说多辛苦啊！哦，爸爸同意了，爸爸同意了，你们两个以后可得好好的孝顺你爸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二老的。谢谢爸。对呀，女儿嫁出去了，咱们也就踏实喽，是不是老头子啊？哎呦呦呦呦呦！老实说，是不是蓄谋的？你管我是不是蓄谋啊？事办成了不就行了？看你居心叵测，你还会用成语呢？那当然，我可是个有文化的空姐。OK。干嘛不接电话呀？老板不接电话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后面的事就交给你自己办了啊。放心吧，我会搞定我爸的。今儿的事情完成了，明天还有场硬仗。啊，你妈呀。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先跟我普及一下常识。你还用普及吗？你这么聪明，一定能搞定的。拜拜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怎么就走了呀？哎呀，高蜜，你可以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今天不要给我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你还真去见你未来那个老丈人了？对啊。我为什么结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在哪儿呢？回家路上。我在公司底下那个咖啡厅等你。我跟你说了，你不用等我了，我今天累了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就是你研究了一晚上的成果。我可是认认真真的百度了一个晚上，哎，但是都不得要领。这我思来想去，我就觉得吧，
不管我穿什么都入不了你妈妈的法眼，而且你肯定会带我重新去买一套的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人？我哪样啊？死皮赖脸。谢谢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身上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香水味儿。啊？而且是别的女人，不是我的。可能是我妈吧。真的？那还有谁啊？没骗我。行吧，我逗你呢。你看你那么认真，那么可爱。没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妈她现在啊在楼上跑到看我们呢。你不信你看。你妈？我妈，对，看，回头有吗？有。走。小姐，您看有什么需要的？这边都是我们当季的新款，我们家的衣服很适合小姐的体型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。上次汪小姐掉的衣服已经到货了，您看是不是帮她带回去？让她自己来取。嗯，好的。您看看这个呢？她手里那件给我来件一模一样的，我要试。好，请稍等。好看吗？好看吧？不好看，换一件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，你看这个设计是不是和我平时的都不一样？我说了不好看。服务员，邹先生，麻烦您拿来那一件，那一件，还有那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试一下吧。怎么一直不说话啊？不像是你的作风。你不觉得你应该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你至少应该解释一下，刚才那个导购让你捎回去的那件衣服是给谁的呀？嗯，原来是这个事情。我本来以为你这样的女孩子已经对这种事情云淡风轻了，可是没想到还是像个孩子一样。那个衣服是我陪客户逛街的时候是他看中的，当时没有他的尺码，现在调来了货，那个导购以为我能帮他取走。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，原来一个公司的老板还得鞍前马后的陪女客户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首先一个公司最后卖的一定是服务，其次一个公司最合格的员工就是老板。那女客户长什么样？给我看看她的微信头像。漂不漂亮有那么重要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我干嘛给你领证啊？我问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我娶你干嘛？那你喜欢我什么？这个重要吗？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喜欢你直接。直接？对，我最讨厌拐弯抹角的人了。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猜别人的心思，我回到家之后我是希望完全放松的。这样的回答满意吗？嗯，